大家好，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刺客教条大革命。想要进入极恶之地的人们，先要付通行费才能穿越西方之门，凯旋的旗帜将在那飘扬。我好拿到凯旋门之类的地方吗？西方极乐，没有印象中我要凯旋门。攻略显示在大概这个位置，它不是一个地点。你好，新歌。为什么这一首没有唱歌？好吧，没有听到歌。卡马柳的歌舞是法国革命最流行的歌曲之一，这首歌写于1792年王权垮台之后的8月10日，成为享誉法国且是巴黎无套裤党选用的众多歌曲之一。传统上，卡马柳的歌舞要手牵手围成圆圈来唱，一边合唱，舞者的圆圈也会越转越快。在巴黎，人们经常围绕着断头台手舞足蹈，庆祝反革命分子被处决。学院派的字典则延伸定义跳卡马纽勒歌舞，在当时就是把一个人送上断头台或者使用任何其他形式的酷刑。卡马纽勒歌舞的歌舞存在许多不同版本，往往随着世界和政治社经背景而有所变化。这也就是1792年和1795年的版本在歌词上会有很大不同的原因。对，因为它有不同版本，所以没唱嘛。其他歌名都会唱。这里也不是什么特别的地点啊，最好是找得到。在雄伟的麦地奇塔，他的曾孙女加上了点色彩，在塔楼上观星测雨，那也是仅有的容身之处。观星的塔，这个我知道。观星的塔就在这边，古物交易所的旁边。那边之前有看到一个有人在那边观星，完了都找不到，它明明就不是歌词啊，看起来就像介绍的书。它其他同样的歌曲它都会唱歌，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一首没有。找不到没有关系啦，找不到就只好看攻略咯。觉得太难了。作弊，说我作弊。不然你要帮我想啊，我要避免我作弊。
保护平民，新招。我是不是动作太慢了？平民死掉了，我只好偷他东西。还有胡椒是吃饭，还有十一法郎的现金。平民居然还带炸弹，好猛的平民！熊虎在思考，那你还好意思说我？希望他就在这上面，希望我有猜对。什么座？熊都是不思考的，跟暴徒不一样。暴徒怎么会思考？暴徒感觉就是一直暴走而已啊！哈哈，这个我找到了啦！我要有足够的碎片可以开一扇门。下面有事件。那这区也看完了。哎，好奇怪哦，这边总共有15个宝箱，可是我剩下1、2、3、4，我剩下4个。怎么会这样？没想到还有一个刺客任务我也没有，这是要任务推进才有的吗？这里也有少耶，少3个，然后少一个刺客任务。这一区是少一个收藏品，该不会我这样子弄一弄没有办法把所有宝箱收完。这样我会难过。你是思考的暴徒。什么叫做思考的暴徒？这样是很厉害的感觉，又会动脑，然后又很会打。又有罪犯，在地底下的这个，这个宝箱在地底下，应该从这边下去吧。
快速的杀了三个人。是这个宝箱是三颗星。不是从这个通出来，这个宝箱是三颗星，这个好像也是三颗星。这些宝箱怎么这么难搞？会思考，但不会逆机。只好当暴徒，什么跟什么啊？我会逆机的好吗？只是我逆机一个任务可能要做一个小时。好几下都没有用哎，简称思考的暴徒，好吧，我明明就会逆机，我之前明明就有过一个任务逆机，虽然还是有被发现了，没有办法完全。这个宝箱周围太强了吧？不会又是一个宝箱而已。然后从空中突破他们。居然杀个我措手不及。胶水里面是今天遇到那个胖胖兵，要用闪避，不要跟他正面打。建议闪避就对了。又有人看到我。死亡转角。我们这些不长眼的士兵。太好，今天开锁的手感没有完全跑掉。士兵眼睛跟你一样大耶。对啊，这样才有公平的竞争。
如果他们眼睛太利的话，我不就永远都赢不了了。三颗星的门，没有别的入口了吗？这里不知道上不上得去啊。这个宝箱我也看过了，这宝箱开不了的。那就做这个任务吧，军备阴谋。 Stop! I want to talk to you! 嘿！摧毁瑕疵的军械储藏室，5000块。马克西米连·罗伯斯比尔阁下，我成功了诱使邻近的烈士之里的工厂使用品质不良的材料来制作军用武器。我将来打算把这批品质不良的武器送给拿破仑·波拿巴队长使用。我认为这位串起的明日之星很快就会因此陨落。啊，阻止这件事情发生就对了。换简单啊，说不定锁会比较好开。什么东西换简单？这宝箱没看过，顺便看一下好了，说不定可以拿得了。你看我药品存量快没了，为什么我没有办法防御？他又不是胖胖兵，他明明就是长枪兵。可恶啊，那个先不卖我的消耗品。这么多人，算了，硬拼，再硬拼一次。现在比较讨厌的杀掉。
找什么？安安。看到十二点就睡觉，好啊。士兵也太强了吧！我就算当暴徒也赢不了啊！靠烟雾弹才行，好好去修炼啊！怎么修炼？练技术哦，我之前就修炼过啦，我不想再修炼了。Il se passe quelque chose là-bas. Hein? 康诺庄，康诺不是康纳吗？怎么是康诺欸？就顺着目标走吧，宝箱都捡拿不到。军械所在。然后这里有个宝箱。看起来就很难。门就三星了，根本拿不到。感觉好像少了什么，是斧头对不对？只有康纳才有那个斧头，长得像刺客符号的斧头。我好像没有看到我有这个武器。欸，大炮欸，真的有大炮欸。等你反应过来已经太迟了。超难按，这敏捷士兵的防御超级难按的。我觉得是背景不对，他都猎杀动物。我玩康纳的时候都在杀小动物。
小动物超级多，然后还有一个，他一堆支线任务都在杀小动物，每个任务都叫我去杀动物，杀到我都不想玩了。我记得康纳应该是我刺客教条里面打完之后完成度最低的吧。假空中刺杀也算空中啦，有高一点。猎熊咯，猎熊咯，有杀熊吗？当然有啊，那时候熊有很多熊啊。我不太特别要叫你来看我杀熊。我觉得我根本没有上去楼上的手段啊，玩他的三颗星的门开不了，算了。这个防守倒是超弱。哦，同类坏蛋，我才不是坏蛋嘞、欸！熊在攻击我哎、欸！我觉得很开心啊，很尊重大自然，他会祷告，是没错啊，他有祷告。熊友有刷。可以快速集中素材，制作皇家手枪、没有印象了。康纳我最有印象的就是刺客无双，他真的超强，我在市集打无限来的士兵打了很久，满地都是尸体。感觉很威耶、欸、对啊，皇家听起来就很威。想想也不看攻略，我就不太喜欢看攻略啊。我这次玩大革命我看超多攻略的，不看攻略那个找东西都找不到。别跑！因为太歪了，所以这一代才不让你无双流。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好玩。之前那个太强了。宝箱在楼上，哇、哦，好开心啊、哦！好久没有这么好拿的宝箱了，感觉每个宝箱我是有守卫，就是锁很难解。又是五星任务，其实五星任务也没有那么可怕。因为我已经四星了耶，什么时候我已经晋升到四星了？我不是二星的小兵吗？Hide in plain sight, right?